好，现在由委员提出临时提案两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第一案可以先考虑。临时提案第一案，因民国109年敦睦舰队任务发生大量新冠肺炎群聚感染确诊案例，蚕食舰之副长诏令、航泊日志、理事官之记录簿及船位回报系统回击图四项文件记录舰上发生大小事情，有助于立法院调查国防部相关疏失及责任。原提案国防部将蚕食舰于109年敦睦舰队任务中之副长诏令、船舶日志、理事官记录簿及船位回报系统回击图各复制一份，送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为该文书涉及保密部分，请国防部依照保密相关规定办理。提案人委员吕玉玲等8人。临时提案第二案，因民国109年敦睦舰队任务发生大量新冠肺炎群聚感染确诊案例，国防部第一时间未向国人说明清楚，且有隐匿、陈述不实等嫌疑，又将相关责任归咎于基层官兵，此与蔡英文总统于4月20日要求国防部诚实以对相违背。国防部鲜有隐瞒事实等重大疏失，原提案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成立109年敦睦舰队蚕食舰新冠肺炎染疫调阅专案小组，针对国防部及相关单位疏失进行专案调查。委员吕玉玲等人提案，以上宣读。好，我们先处理第一案，请问业务单位有无补充跟说明？好，跟委员报告，有关提案针对我们的副长诏令、航泊日志、理事官记录簿，建议修订我们最后的船位回报系统回击图，修订为船位瞄击记录。好，就修正这几个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修正通过。好，第二案。报告主席，第二案了，建议。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修正，在第二行的国防部开始，我们加一些话，我念一遍。国防部因相关当事人均遭隔离，逗点，人事物证收集困难，逗点，导致，就接下来原来的话，导致第一时间未向国人说明清楚，然后逗点的后面加4个字，应予检讨。那以下的话，这个且有隐匿，一直到倒数第四行等重大疏失，我们建议删除。报告。所以，成立调阅小组是同意的。这个我们那只文字修正而已。就是中间这段话能不能拿掉。好，你把修正整个文字拿过来，好不好？是。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好，现在先休息5分钟。